哦，你可以摸啊，围棋没关系。每个人不一样。这么多人，这个鸡是什么？这叫伊莎蛋鸡，伊莎，伊莎品种。它像公鸡那种罐头。对，也不一定，有时候鸡冠不成，因为它是外国品种。外国品种。不要摸它头，外国品种。你摸它的毛啊。好，还没剪的换第二轮了哈。好，各位剪完之后这边等我一下。